来关心天气喽，大家应该都感觉到呢，在今天清晨刚起床的时候呢，温度是真的蛮低的，因为全台的低温呢都有16到20度左右。那么呢，因为今天呢华南云系的水汽移出的影响，所以呢在中部以北的地区，还有东半部地区都有机会下短暂的阵雨，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了。那么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，而在南部呢依旧是大太阳的好天气。